少爷，这可是一箭三雕的大事。第一，可以告诉全族界，甚至全世界皇军是多么的尊重法律；大银行家又怎么样，一样上法庭，一样接受公平的审判。第二，可以替天行道；第三，我可以拿回永业银行，而您也可以。好了，我说过，这件事情我会考虑的。说点别的话题。 这个女人很漂亮，谢谢。是挺好看的。为什么租界和花酒的地方没有这么漂亮的女人？有，肯定有，我再帮你找找啊。 小伟。 我听说现在大多数已经辞职的法官都已经被皇军请回来继续工作了，那……嘿，你怎么总是这么啰嗦，没完没了？是是是是是，做大事本来就应该从长计议。是是是是是。小陈呢？ 少尉，怎么又是你？我不是跟你说过那件事情，我要从长计议吗？我今天来呢，就不是为那件事情，我最主要呢是要，这……这……这……哎呀，少尉，今天不用你们陪，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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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干什么？少尉，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说全族界找不到一个你看得上眼的女人，但是。 谁啊？没错，是我喜欢的美女。 我是村上少尉，你知道反抗的后果。别管了，别管了，你反来！放我出去！怎么回事啊？好像有人在喊救命啊！哎，你谁呀？怎么没见过你啊？你们在喊救命呢？你们想死是不是啊？你们是八嘎！你们是皇军少尉，听到没有？ 赶走，不走把你全部抓宪兵队去，走走走，赶走！是啊，好久没出来了。
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来来来，过来。发生什么事了，玲玲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月亮，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，是想问你借100块钱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啦。但是你先告诉我，你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你的脚也伤了，脸也肿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已经3个月没交房租了，房东太太说，如果今天再不交，就会把我赶出去。你先把钱给我再说吧。哎，那你先告诉我，是谁打你了？是不是那个房东太太啊？你先把钱给我再说吧。哦。你不说我就不给，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们都是好朋友，有什么事儿都应该跟好朋友说呀。你不给就算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我今天就带了300块。我这里还有一块金表，也值一些钱的。谢谢你，我以后会慢慢还给你的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玲玲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告诉我吧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很担心你啊。我求求你了，别问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不问了，我不问了。但是你的脚受伤了，你等我，我去给你找一辆3轮车，很快。我都说了不用了。担心你啊。月亮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不知道你会不灰心。我昨天下班回家，突然有一个日本人闯了进来，他一进来就要强暴我。我本来是可以逃出去的，可是不知道谁把门给顶住了，我的脸和脚都是被他打的。月亮，这么荒谬的事情你信吗？那个日本人是谁？他叫什么名字？他怎么会跑到你家里去呢？突然，我以前骗你说我被强奸了，没想到真的发生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是谁？你以前有没有见过他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命运，一切都是命运。你在说什么？命运怎么会强奸人呢？真不知道我当初怎么爱上你这么一个傻瓜。那你告诉我那是谁？日本人再怎么厉害都会让我们银行借3分。我让我父亲给你主持公道。月亮，你就别管这件事情了。今天谢谢你，我先走了。高玲玲，玲玲，你的脚伤得这么厉害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
玲玲，不管有什么事情，你都可以打电话给我，我都愿意帮你的。月亮，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我会那么爱你。为什么呀？再见了。